这个是人类文化公司出版的惊喜超值包。惊喜超值包，它商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售价哦。里面有好多东西，我们要看看吧。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哇，超级大哇！哇，这里面有好多东西哦。爸爸，你也先抽。好，我抽一个。塞满满的，第一个，这个是动物乐园，它是一个手提的贴纸书。这个动物乐园，它里面是贴纸的，哇，好多贴纸哦，哇，小朋友可以拿这贴纸直接贴在这上面呢。来，你选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孔雀。选了一个好漂亮的孔雀哦，你贴在这个草原上面好不好？来，我要给它飞起来。好，航航选一个，航航选一个。哦，小鸭鸭。要给它。好，它要在哪里？弟弟，给弟弟贴好吧。来，弟弟自己贴。弟弟在山里面啊，好吗？哦。他要住在那个鸡舍里面了，哇，旁边还有小狗小马，好棒哦！好，再贴一个。来。选绵羊。好，选绵羊。那绵羊在哪里呢？它在牛场。好，农场，它跟牛一起吃草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那我们来选下一个咯。好，芝宝来选一个，眼睛闭起来，不能看哦。哇，你选到什么？变脸想象贴。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是什么。他说他有112张透明 N 次贴，还有24张脸呢。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有什么脸，好不好？哇，哇，好多脸哦。还有贴纸，那这贴纸啊，可以变很多搭，有不同的搭配，就有不同的脸。啊，手机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选一个眼睛，鼻子给他，选一个眼睛。哪一个呢？你要哪一个？好，这两个，好，我帮你拿。你看这眼睛毛毛虫，然后还有粉红色的眼睛哦。好，我拿下来，来你帮它贴一下。航航拿了一个鼻子，也是粉红色的。鼻子。它不是完全粘性的那种，它是那种就是静电贴那种东西，所以透明的。对，透明的静电贴，所以小朋友如果他想要换别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很轻松的就拿起来，也可以贴在别的。那个脸上面了，哇！还有嘴巴。我们的手机人眼睛鼻子就好嘞。好，再选一个。再选一个嘴巴。这个是不是？它的牙齿好像少嘞。这是牙齿，没有牙齿。是。来，我们放上去。好，这样。它的嘴巴在它脸旁边，鼻子旁边啊。这么好玩啊！好，好笑。弟弟要贴一个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先到这边，我们再开下一个吧。来，弟弟选一个。弟弟抽。不行，换弟弟。弟弟自己选，来，弟弟。哪一个是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蜡笔。哇，这是洗澡用的蜡笔耶。所以它可以洗澡的时候给小朋友玩的蜡笔，好棒哦！还有一个小鸭鸭哎，然后还有多种颜色，红、橘色、蓝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紫色。哇，可以在那个浴缸的旁边墙边就是画画嘞。可以画很漂亮的。好。对吧？对啊。哦，是吧？抽到什么？妖怪变脸呢，这是妖怪脸呢。还有嘴巴。
妖怪变脸书，这小朋友超爱的。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蓝色毛毛怪，是什么？你要黄色这个吗？野猪怪。哇，好好笑啊，芝宝，你好好笑。哦，这个还会动哎，鼻子还会动。鼻子还会动。不要吓我，好可怕。那好好。放好了，用一个，好，好用这个蓝色的哈，小小的。哦，好好变成蓝色的毛毛怪，好好笑。哎，他的鼻子也，他的鼻子还会动哦。哦，哦，超好玩的脸变脸书哎。好。再换姐姐。好，换我变一个。哇，这个封面就是一个妖怪，来，我也变一个妖怪。好，我们再开下一个。下一个是什么？水手涂鸦。好，这本是水手涂鸦，手脑并用绘画启蒙哦。来看看这里。哇，好棒哦！它是教小朋友可以它的步骤去画一个彩虹哦，所以我们可以家里有蜡笔啊。或是彩色笔油啊，小朋友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啊去学怎么画画。哇，这个是画一个那个哎花园的样子哎，好多小花，漂亮。然后这个小花园啊，你看它会教你要怎么画啊。先用短线画出栅栏和小草，再加上五颜六色的花朵，就是一个漂亮的小花园哦。后面还有很多。哇，松树林，大蘑菇，图形树，这本也很棒哎。我们来看看它里面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好，最后一个是故事书哎，超棒的。那这个国王的新衣的故事的话，它里面看看它的里面，它还有一个学习目的是说小朋友要懂得判断是非哦。他的故事书色彩用得很丰富，然后文字上都有标注音哦，所以如果大一点的孩子自己看注音也是看得懂的哦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他最后居然还有一个找不同的地方哎，小朋友可以最后再玩一个小游戏，好比说这国王的裤子啊，跟他这件裤子的颜色就不一样，所以让小朋友自己试着去找它里面的不同的地方也很好玩哦。好。那我们今天的惊喜包开箱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